个 Kimi， 听说你车技很好哈、哦。你是舒马赫吗？不是。那你表演一下甩尾给大家看好不好？甩尾不可能。甩尾啊！他会甩尾。漂移啊！漂移好不好？漂移啊！他会漂移。准备。哇！好，加速。哇哇 ！Kimi 加速。哇！绕一圈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！哇！再来一次，这边甩尾。站起来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再一次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哇！有请阿拉丁神灯。哇！我是哥哥呀。好 ，Spiderman， 你的姿势呢 ？Spiderman。把头号摘了好不好？三，把头号摘了啊！来，妹妹，哎。OK， 好，他是从这哦，原来是你啊、哦，是谁呀、啊？啊，是杨洋洋，大家掌声欢迎杨洋洋，好不好？杨洋，我帮你配音啊，杨洋，我帮你配音啊，一二三，蜘蛛侠。好的，我是阿拉丁，我的咒语是什么？来，来，我的咒语是什么？神灯，神不能灯。好，现在又多了，咒语升了个级。如果饿了的话呢，你就喊神灯神灯，来碗馄饨，好不好？来学一下新的咒语呗，请。神灯神灯，来碗馄饨。哎呦，饿了。好啦。其实除了阿拉丁带了这位蜘蛛侠出来之外呢，还有一位小的冰雪女王 Elsa。他也在旁边了，所以待会我们用魔法把它变出来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三二一，跟我念咒语。神灯神灯，来吧，我来吧，欢迎 Elsa。这么漂亮，哇，美丽的冰雪女王和妈妈一起来了。哇，来到中间，哦，冰雪女王还带了爸爸过来了。Show you magic, OK?Magic， 你这样，你一点谁就冻住了，好不好？来了啊，三二一 ，Magic。给妈咪，点了观众，点了观众，妈妈冻住了，点我，点我，点我，三二一，哦，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，点蜘蛛侠，点蜘蛛侠，一二三，哎呀！对抗起来，斗法，二三，哎呀，对抗起来，斗法，斗法。这样，我们首先请杨云带着杨洋洋来站在里面，然后杨威你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成功，好不好？是要涮一下吧，应该涮涮一下。你以为是涮涮锅呀？杨洋抬头，杨洋抬头，杨抬头，对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哇！啊，成功了！好了、啊。哇！啊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然后你还可以这样，你还可以把它拉下来这，然后这样。好的，来，好了，没机会了，下一个，再涮一下。抬头，抬头，抬头、啊！厉害的，一次就成功了，来了、啊，再涮一下，一、二，走了。哇！下面我们奥利来了，奥利跟妈妈算一算，算一算，勺子成底，轻刀慢斧，什么什么勺子好，走，二三 ，magic，magic， 哇，好美，这个好漂亮，好，谢谢小鹏。那阿拉丁今天绝不仅仅带可以这样吗？那边一个小朋友，这样他到这边，这样就成功的几率高一点、啊。可以，两个小朋友。对呀、啊，那边 Elsa， 这边是那个蜘蛛侠。我们试一下吧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好，来，魔法棒点。奥利好认真哦。你的魔法。一二三，走！一二三，走！今天呢，大维跟邓超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的现场，我们也给他们两位准备了两位超级合伙人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掌声欢迎今天这两个特别大来宾，我们的超级合伙人安安和金坨，欢迎他们两个。
嗨，谢谢安安。下面我们欢迎金童。四位大哥哥也跳得超级帅的哈，两位小帅哥来到了现场。嗯，安安就是那个著名的幼儿园老师说，别人就算打了我，我也要原谅他一次的哲理小孩。金陀就是帅哥了，小帅哥。好，首先跟大家问个好啊，来合伙人，首先安安来跟大家问好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安安。你的很出名的那句话给大家再说一次。老师说，如果别人打了我，我也要原谅他一次。哎呀，还是感人的。好，下面是我们的金陀来跟大家问好啊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叫金陀。你几岁了？五岁半。五岁半好。安安，你会说英语吗？你会不会说英语 ？Let's go to school. 玩得过的。还会说吗？还会说吗？Shall we go to the zoo? Shall we go to the zoo? OK, 要去动物园。你也一起去吗？ OK, 好，那我们问一下金陀，你会说英语不？五岁班的小朋友。不会。我以为他在想。酷啊。哎，金陀应该会说。酷啊，有态度，有态度。Yes. Yes, good. 你会说 hello, hello, 这个应该会吧。Hello. 我爱你用英语怎么说？我爱你。I love you. 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，就是沟通版的心有灵犀，是大人和小孩之间怎么样来达成这个合伙人的关系。除了有我们的邓超和大维之外呢，我们也会有两位主持人加入啊。我们请那个娜娜跟佳佳加入，你们两个也要石头剪刀布，然后选择自己的搭档。1, 2, 3, yeah! 那我选这边。那我就选这边。好，那首先是邓超、娜娜和金陀来比赛了啊。好，好，两位到这边来准备。金陀，你跟我到这里来。很简单，我们出了题目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请两位想办法告诉金陀这个是什么，不能说这个题板上的字，好，但是其他的表演和这个声音都可以做哈。那金陀，你不要抬头看上面的字好不？我不认识字，不认识。那咋整啊？但是我非常担心你是假装不认识，你为了赢这个游戏，对不？能听懂哈？能听懂，能听懂。好，来，听得懂，来，仔细看着我了。开始。哇，就是走路是这样的。黑白的，黑白的。星星。熊猫。不是，黑白。在冰上走。冰上，会滑到水里的那种。黑白的，就是球。哎。欧巴，对，欧巴，王老师，耶，这么厉害，哇，好，就是有一个动物，大鸟，它的那个屁股上会，星星，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孔雀，耶，然后呢？打开翅膀，啊，不是那个不叫翅膀，那个叫尾巴上的那个，尾巴上的毛。孔雀它要怎么样？我们到动物园，如果幸运的话，会看到孔雀干嘛？张开它的孔雀，对，孔雀的毛。对，孔雀怎么？孔雀开毛。前面三个都对了，前面三个都对。好，最后一个字，我们来猜最后一个字。第四个是。最后那个字。
你喝的汽水是装在什么里面的？是什么？装到哪个里面的？嗯，装在瓶子里的。对对对。所以那是孔雀开什么？开屏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好，一个非常红的游戏。有一个游戏是用弹五个字的弹弓把那个打出去，把那个弹弓。不是不是，是一个游戏的名字叫是打什么？就是弹出去。把那个猪打掉。愤怒小鸟。对，好，有一个舞，来三个字。这个舞知道吗？这个舞，这个对他来说太老了。这个舞蹈知道吗？三个字。什么舞？这是？不是他的年纪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说。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。我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柴火。你平常会放吗？放屁。对，记住这个字，然后第二个字是屁，第一个字是屁，第一个是屁，第二是，第二个。你们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进来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要什么？起什么？起立。对。哎，这个第二个字记住。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字什么？第二个字起，不是起，起后面那个字，起后面那个，起立，对，哎、不，劈、哦，立，对，都对了。然后第三个字，起，不是起，是后面那个。第一个字是起，第二个字，哇，好，有一个，两个字，这个、只能你来了，好美的一个。女生，然后她要奔月，在月亮上的玉兔，抱着一个兔子，叫什么？叫小飞兔。那是她包的那个，是谁包的小飞兔？我那个好，好了好了，这三个字，那个戏，孙悟空，对，孙悟空，孙悟空他们演的是，我是二师兄，我是什么戏？二师兄，孙悟空是哪个故事里面的？那个电视剧叫什么？反义词是什么？东。反义词，东边的反边是什么？不过这个也不知道吧。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？西游记。耶、yeah! yeah!。然后哇，有蛇精。我抽了你。女娃。对。Yeah! 好哇，长沙很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最后猜一题啊！时间到了。好，长沙很好吃的，长沙很好吃的一种那个。就是吃的，然后就是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嘴。除了嘴之外，它就是八。哎，这个字读什么？嘴唇。就是晚上去吃的，是晚上去吃的红色的，好辣的，要剥壳吃的那个是什么？爸爸吃你不吃的那个。就是你遇到好吃的，你会流什么？流口水。对对，第一个字对的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流口水。第一个字啊，对对，第一个字是水的前面那个字。我们能换一题吗？对对对，口。我们能换一题吗？口的后面是就是就是形容这个东西，很香。哎呀，不能这么说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他已经很棒了。谢谢金童，谢谢邓超，谢谢娜娜。哇塞，他们三个答对了8道题，哎，很厉害，掌声给他们。好，下面我们换大为这一组的题目。好，我们安安同学，好，来于贝贝，不要紧张啊。第一题，来，各位请看。三个字，就那个很厉害的，就是啾，然后蜘蛛侠，耶、yeah! ！哎，我们两个人开一种三道题，三个一种车，在游乐场里的车、哎、啊，对，开一下车，对，大伟的正确，太厉害了，啊，喜羊羊的敌人，灰太狼，是，但是是另外一种颜色，他的老婆，这个什么颜色？红太狼，红太狼，回答正确，好，来四个字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这个年代，汽车，本来是人，后来就。机器人。对，四个字。机器人是什么里面的？变形金刚。哇，哇，
花草草叫什么？就是会那个丢，就是吃一个太阳，然后就打那个。你知道那个游戏吗？就是种向日葵，种向日葵收集太阳，有好多向日葵。就是要吃很多太阳。植物大战僵尸。哇，这个你都知道。有一种东西吃到嘴里会，就是那个会蹦，甜的会蹦嘴里。猴子，不是猴子，吃到嘴里的，吃到嘴里是甜的。这你看啊，这样一甜的，这样不吃这个了，小朋友。这样一撕开，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对，这我们在干嘛？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这是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对，第二个字，这是刚才一模一样的。跳跳，跳跳什么？吃的可以吃的，吃的甜的，吃的甜的。跳跳什么？跳跳什么？甜的。跳跳猴，甜的。跳跳糖。跳跳糖耶！哦哦，艾丽儿知道吗？艾丽儿，你知道？肯定知道。肯定。一部汽车。一部汽车。艾丽儿是一部汽车。是这样，就我上半身是个人，但是下半身是个尾巴，躺在水里面是个女的，违规了。什么？美人鱼。违规，违规。我们两个人在干嘛？我们两个人在干嘛？这样一种运动，有根绳子。拔河。耶！好，来，去医院，去医院。啊！打针。耶！何老师做上节目的时候，那是十几年前的。十几年前他在做什么？他不知道。蝴蝶是什么变的呀？虫。什么虫？啊，也是这样爬的。动物身上有什么？身上有好多那种。动物身上有什么？刺。毛毛虫。耶、yeah ！没有，完全打的。耶、yeah ！没有。我觉得他们这个真的就是简单的动物，我们那个都有成语什么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安安真的是一个很冷静的小孩。当维嘉在那个你们都没有注意，就维嘉在地上那个扭的时候，他先美人鱼，美人鱼，各种看不起人家。哎，两组都非常的厉害耶，给大家说个再见啊，好不好？那个说那个谢谢大家再见啊，谢谢大家再见。好，安安，我们用英语说好不好？我们用英语说啊，预备，请。雅茹，你先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？你要告诉大家你叫什么，几岁，好吗？好。雅茹。你叫齐雅茹，几岁呢？两岁了。两岁了。好可爱。好。那雅茹，你把话筒给爸爸，让爸爸说句话来。拿不走了哎。嗯，爸爸要说话。给我好不好，宝贝？来。深深热爱着话筒。谢谢。你先拿这个钻石玩一下，爸爸说话。这是你的，我送给你的。钻石，他只喜欢话筒，他不喜欢钻石。谢谢。我发现雅茹是一个表情很丰富的小朋友哦，是不是？雅茹来做几个表情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个漂亮的样子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做个脸样睇下。磕了牙，我帮你先拿一下，没事，我先帮你拿一下。我得做个，对，把握不好。我得做个 beautiful 哦。他会弹吗？他会亲别人吗？他可以的。好，真的吗？可以亲吗？你不行。嘉哥他过去又回来了。你叫嘉爷 close your eyes。啊，闭眼睛。你要闭上眼睛。你要闭眼睛。闭眼睛。跟着他，你要跟着他。哇！哇！吻你的时候，他没有感情，没有带感情。像爸爸的那种。好了，我的表情，我们就做一个简单一点的。好，做个丑八怪好不好？哦，哎呀，现在他们都笑我们，我们很生气，我们 angry face。哦。虽然我们是 angry， 我们很生气，可是我们都是个美女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个 beautiful eyes。既然我们有个 beautiful eyes， 就给他们放个电吧。
哇！那个雅茹，一阳指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中了，是中了，中了那个反应。真的吗？好，你回给他。哦。biu。降龙十八掌 biu。哎呀！我们最厉害的如来神掌了，来。啊！他语出惊人。我是程程。你叫程程呀？你几岁了？四岁半。三岁半呀？你上幼儿园小班？我这上幼儿园上到二楼了。二楼上。爸爸对你好吗？爸爸怎么对你？还可以。没有对你特别特别特别好吗？我把你关小黑屋。有家有小黑屋。有没有看爸爸进过厨房？没有啊。他酷劲十足。看一眼爸爸行不行？好。看一眼爸爸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请你回答行不行。爸爸叫你，你听到了吗？没。没听到，你怎么回答了？宝贝儿，你这么有个性，你老爸能搞定你吗？宝贝名叫邹明轩。啊，那是你比较帅还是爸爸比较帅？爸爸比较帅。他是不是你的偶像？是。他是冠军吗？我猜是冠军。作为拳击手的儿子，人家可是名副其实的男子汉哦。快看我的独门必杀技！这胸的表情，这胸的表情怎么样？当然，这些都少不了冠军老爸的严格训练。董同学，董同学，赶紧检验一下我的成果吧！哇塞，这力量真是太专业了。不过，男子汉也有纠结的时候。把眼泪擦干净。那边，勇不勇敢？那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我们去看丽丽老师，你见到丽丽老师说什么？ Hello。 那我们走吧。不要。那我们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？那走吧。不要。宝贝儿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要记得你可是未来拳王哦。小小拳击手邹明轩，请注意。预备，开始。哇哇哇哇哇！厉害厉害。胖子，来前手拳，勾拳 ，uppercut， 耶 ，hook， 摆起来。表情要凶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表情？你过来，你过来一下。再来一遍，来，这边。再来一遍，凶一点。表情要凶点呀。看到啊。凶一点，来了。我凶一点，就是绕场风一样的男子。我觉得我们轮流主持吧，保存一点体力。好，来来开始，来，我们来要进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站在那个角？我从那边过来。Round one。英文。5, 6, 7, 8, 9。他没被打中，站起来。Round two。凶狠的表情。凶狠的表情。凶狠的表情。凶狠。哇哇哇！好凶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真打哎！真。父子俩都是真打，赶紧打吧，不疼刀，不倒啊！凶狠的表情，凶狠的表情，哎呀，要倒地了，倒地了，补一拳，补一拳，是
数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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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数，英文英文 ，one。今天爸爸好厉害，妈你要倒，该你倒了，该你倒了，重拳，哇，打晕了，打懵了，重心了，了我打懵了，要倒了，哇，快数数数数 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哎呀，起来了，哇，又起来了，又起来了，好有活力，我用我。哇，这能玩一年的，飞起来旋舞啊！哇，飞起来旋舞，结束了，哇，结束了，比赛结束，来，掌声，还有还有，二十，还没宣布谁胜负呢，来 ，winner，the winner is， 是，哇。那阿拉蕾，你会唱什么歌吗？小喇叭。小喇叭呀，他们刚刚有你的粉丝点歌，要你唱《秋裤之歌》呀。为什么？秋裤之歌。秋裤歌。啊。好吧。秋裤，秋裤在哪里？怎么也找不到？找呀找呀，找不到。终于找到了。我还以为你忘了呢，你真的记住了这首歌，真他自己写的吗？他自己创作的，他还能记住？原创歌曲、词曲、演唱、编曲，是我编的。哎，那你现在编一首歌送给董爸爸，好不好？董力爸爸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预备，你对着观众唱了，对观众啊。我爸爸非常好。爸爸他会廉价，虽然他照顾我非常好，我跟他在一起我就特别开心。随时真棒、这个娜姐马上，这个跟娜姐作诗是一个路子。爸爸在甜心心里是什么样的呢？爸爸做眼睛，爸爸很帅。你喜欢爸爸哪一点？腰啊。爸爸，我爱爸爸。甜心长大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3 2 1开始。我们不拍照了，那别吃了。再来一个背包，再来一个背包。长大的时候找爸爸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如果坏人来了欺负爸爸怎么办？我会保护爸爸的，我会保护爸爸的。保护。TF 家族要推选了一个很厉害的能人，来，阿斯，给你介绍一下。要推选一个非常厉害的00后小朋友，名字叫王恒毅。王恒毅，因为我了解到 TF 家族呢，最小的12岁，最大的15岁。那我们王恒毅小朋友到底是十几呢？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哇，好可爱！你好呀，你好，悠着过来。我们机长 ，Give me five， 耶！这边，哎呀，好，首先王恒毅代表我们本世纪的带来一个表演，叫嘿嘿哈哈，是吧？对吧？你准备好了吗，王恒毅？准备好了，来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开始！功夫宝宝们，快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练武功吧！敬礼，雷毕。
如钟，大战如松。松鼠宝宝棒棒棒，快乐冲冲冲。抱拳，冲拳，下掌，呱呱，高手。好准确的！哎呀，我一回头看你们好老啊！真的。那个高手王恒毅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呢虽然是你三岁对不对？嗯。你自己说吧，你几岁？我今年三岁。你认识多少个字？三千。三千。等一下，他不是只认识三和千，他是认识三千个字，所以你都读了很多书对不对？嗯，那你知不知道叔叔和哥哥的差别？这个是叔叔还是哥哥？好认真的表情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叔叔还是哥哥？他不属于三千个字里面的。这是谁呢？这是姐姐还是阿姨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叔叔还是哥哥？这么难呢、啊？这个题，你在犹豫对不对？哎，我第一次生动的看到一个词，实话。好可爱。好了，我们不说叔叔哥哥的事情了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们那个王恒毅小朋友非常会背古诗。而且是只要开一个头，他就会溜溜溜溜溜溜，非常顺利的把它背下来，可以吗？我随便翻，可以吗？啊，我随便翻了，我随便翻，我突然就翻到一页。洛中访袁，时移不遇。洛阳访才子，江陵作游人。闻说梅花早，何处北地春。好厉害、啊！好棒啊！我们随便再请这边我们 TF 家族的朋友随便翻一个。我语文白学了。好，这个好，翻了一个这个《赠汪伦》。唐·李白。好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好感人，好棒哦！而且你们看他是叔叔还是哥哥？他是叔叔还是哥哥？这个怎么这么难？千古之谜！你看，你告诉我这个答案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。他这个书已经翻得皱皱，他非常爱读书。好时刻，我们再随便再考他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啊，好，这个啊，哇，这个有点难。送元二使安西。唐·王维。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那他是哥哥还是叔叔呢？等你想说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呀。是这样，这个小朋友其实有非常多的才华，但是他今天主要展示的是中华小曲库。听说只要听到前奏三四秒，他就能猜出是谁。干嘛？这是要冲去哪儿？真的要起飞啊？看到谁了？这是爸爸。啊？哦。啊。啊！不哭不哭，不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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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多人太紧张了。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？好棒好棒好棒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你特别棒特别棒。先去抱一下吗？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嘛，抱一下。对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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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会说冷笑话？嗯。你会几个呢？你会三个。可以说四个吗？就三个。三个。那先说第一个好不好？先说第一个。有东京、南京、北京，为什么没有星星？没有西京。有东京、南京、北京，为什么没有西京？不知道。西京不对，唐僧取走了。好笑了。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有一只鹿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最后就变成了什么？有一只鹿，什么？
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最后又变成了什么？一只鹿越跑越快会变成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一只很大的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。棒啊！还有第三个是不是？何老师，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张白纸。何老师，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张白纸，那么纯洁。因为你很纯洁啊。